美国亚裔迎接2017年，来自辽国还有泰国的移民，还特别在加州中部的佛雷斯诺市举办了具有家乡特色的嘉年华会，一起来欢庆新年。还有呢，这美国最大的苗族新年活动，这现场真的是热闹非凡。 It's also a time to just kind of reflect and just relax and rejuvenate yourself and getting ready to go back and work hard again for the new year. 主办单位还说，这从东南亚传统游戏开始，再到平时很难见到身穿隆重苗族服装的美女，以及呢各式各样带有东南亚特色的手工艺品展，总计超过200多款，从服装、乐器到生活用品都聚集到了嘉年华的摊位上头。而这活动从即日起到31号为止，预计可以吸引到呢超过5000名的游客。